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表演到这边呢也即将要进入了尾声。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首呢跟我们今天的节目的 ending 呢有关系的曲子，这也就是由我们台南那里台南水沟牛啊风水牛小姐她的经典成名曲子之一最后的火车站。那么这首曲子呢献给我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邀请这也是我们台南的水沟牛啊素媛小姐为我们来演唱这首超好听的歌曲最后的火车站，上好我们在座所有好朋友，谢谢。